友善，你大高跟鞋很好看，大平底鞋很度假，大休闲鞋完全没有问题，做一个小 V 领，但不至于裸露，大家不用担心哈。首秀呢就大家最喜欢，那你有看到这个纹路吗？它是那种专柜级的那一种，有一点点纹路，就是那种它也不是棉麻，所以呢它也不太会有那种棉麻难照顾的问题，要有腰要有臀，然后呢这边呢又有口袋给大家。那我现在穿的是 S 号，腰部都还有空间，那你们就是一样可以看一下官网的尺寸喽。上班的话，你们上班穿搭是完全没有问题，这样子欧尼姐姐风，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舒服，完全那种临穿足感的感觉，就是整个人就是冰冰滑滑凉凉的这样子。手袖部分非常的优秀，因为帮大家做这种荷叶领、荷叶边的感觉，完全修饰掉你非常就是在意的肉肉、手臂肉肉的地方，那夹口的地方也完全是没错，空间的哦。